在地人在地前，过来看多元学习。多元学习是现代教育的新技术，和学生透过无同款的方式、甲管道来做学习。玻璃镇南光国小成立这个拔河队，也是有大数的队，已经真侪年啊。希望讲，好这个学生有一个课外活动、活动筋骨的好所在，咪使透过这个运动，和学生来提升自信，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。南光国小邱大所推用社团方式做训练，所以训练量未收济，主要是希望囡仔伫咧邱大所时阵，找到家己信心，嘛提供换一条除了考试以外，升学管道。在国小阶段要从事拔河这样高强度的运动，对小朋友来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们有学到了很多的团队的精神，永不放弃。将每一个囡仔去大细时阵，拢展现家己无同的自信，嘛甲学着体育无放弃精神，运用伫咧生活当中。在训练上呢，小朋友不会训练量那么重，但是就是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拔河运动，然后从中可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。南光国小多元学习，栽培出真侪有才情学生啊，嘛充分展现教育的新价值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生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